妹好像有准备感谢影片。我觉得你的设施非凡，我觉得大小相同。
治疗跟鼓励，然后呢就是跟我们一起聊天，然后让我们压力没有那么大，然后把我们当成跟朋友一样。拜拜。现在来感谢的是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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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心妍君学姐，谢谢学姐第一整年来的照顾，谢谢学姐每次都很热情的回应我们，学姐辛苦了，拜拜。可以吗，学姐？谢谢学姐在我们演太烂的时候细心的指导，我很荣幸可以成为她的小天使，然后也谢谢学姐，然后这一年来照顾，好，谢谢学姐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，拜拜。谢谢游子同学姐这一年的照顾，谢谢你把记忆卡都回去。欢乐气氛，让我们。